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产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二楼。这个物件会在土城区裕民路。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格局非常方正的公寓二楼。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位在土城区裕民路。这个物件屋龄有40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25平，目前报价是108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总价非常的便宜。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走路不到300公尺，慢慢走就可以轻松地到达海山站，走路的距离大约只有3分钟就可以轻松地到达海山站。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捷运周边，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真的非常的棒，边间三面采光，采光非常的好，现场规划为一个大套房，3个雅房。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周边都是活像，完全没有死像，这一点要特别为你们报告。再来要先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我们现场总共有4个房间，2个卫浴，1个阳台，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宽敞。目前为你们介绍的这个地方是我们4个房间里面的其中之一。这个地方原本是我们的厨房，由于屋主他把它装修成一个雅房，目前我们现场的格局真的很方正，边间三面采光，4个房间都有对外窗，采光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现场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现场总共有4个房间，目前你们看到的地方原本是我们的厨房，如果说你们想要把它当成一般住家使用，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恢复成厨房的状态。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屋主持有了快2年，目前由于要回国，因为屋主是一位香港人，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我们这个物件刚好位在海上商圈，走路不到300公尺就可以轻松的到达海山站。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捷运周边的物件，像这个物件，你们可以把它恢复成一般的住家，也可以买来收租、自住，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最近的国小乐立国小走路大约只有350公尺，附近还有广福国小，走路的距离大约只有800公尺，附近还有裕民市场、学府市场，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格局非常的漂亮，边间上面采光，采光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屋况也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中古屋，像这种低楼层的物件，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这边原本是给租客使用的，如果你们大家也有收租的兴趣，像这种位于捷运周边的物件，投报率真的很高。我们这个物件满租的情况是总共是32000块，大套房规划为10000元，像这种格局小套房应该算是雅房，规划为7000块，旁边房间更大一间，规划为8000块。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买来自住，或者是要买来收租，都非常的适合。现场的屋况真的是很棒，格局也很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格局非常的漂亮，采光也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边间三面采光，距离海山捷运站只有300公尺，慢慢走大约只有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的到达海山站。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捷运周边的物件，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这间房间算是第二大，第一大是我们的大套房。目前你们看得到的对面就是刚好我们的中央路一段，地理位置非常的棒，周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裕民路，屋龄有40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
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二楼，全幢将近有25平，目前报价是1080万。现场的格局规划为一个大套房，还有3个雅房，我们总共有4个房间、2个卫浴、1个阳台。原本我们这个是3房的格局，由于屋主把它改成为1大套3雅房，现场没有厨房。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这个物件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或者是要买来出租，都非常的划算。离捷运站不到300公尺，慢慢走真的很快，大约不到3分钟就可以轻松的到达我们的海山捷运站。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我们这边是海山商圈，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可以让你们轻松买到你们想要的日常用品跟大型的家具。行政中心也在我们附近，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现场规划是电热器，非常的安全，而且也非常的实用，不用担心有网室外泄的问题。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也看到非常的方便。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大约可以容纳12个成年人这么大的使用空间。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看得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学区也非常的多，有热力国小、广福国小，还有新北高工。热力国小距离我们走路的范围内大约不到350公尺，广福国小距离我们走路的范围内大约只有850公尺。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我们附近有2个非常大的市场，一个是玉林市场，一个是学府市场，慢慢走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这个物件有全部的室内管线更新，包含我们的水电。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套房。这边是我们的大套房，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大，放上2个双人床都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先为你们介绍我们套房里面的卫浴。我们的卫浴一样有对外窗，不用担心会有潮湿闷热的感觉，这一点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现场规划的是4个房间、2个卫浴、1个阳台，
使用的空间很宽敞，你们可以买来自住，也可以买来收租。如果你们买来自住，一个房间可以把它恢复成正常的厨房，方便你们大家做一些正常的规划。目前我们现场规划是一个大套房，三个雅房，使用的空间真的非常的大。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由于我们这个是低楼层，不管是你们要自住或者是要买来收租，都非常的适合。如果你们想要买来自住，其中一个房间建议你们把它恢复成正常的厨房，就可以正常的使用。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屋况和我们的格局。我们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每个房间的使用空间都非常的宽敞，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现场的规划跟我们的动线都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这个物件地理位置真的非常的棒，格局也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手脚一定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手脚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有时间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我们这个物件虽然它是中古屋，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棒，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或者是要买来收租，都非常的适合。交通非常的方便，距离海山捷运站大约只有300公尺，慢慢走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你看都非常的方便。我们这间现场有做室内的管线更新，如果你们大家有这兴趣，希望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你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分租电表。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二楼。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裕民路，我们这个物件屋龄有40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现场规划是4个房间2个卫浴，4个房间分别为一个大套房、3个雅房、一个公共的卫生间，现场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全幢将近有25平，目前报价是108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总价真的非常的便宜。而且我们这个是有全面是水电更新过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或者是要买来收租，都非常的适合。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海山捷运周边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走路的距离大约只有300公尺，慢慢走大约只有3分钟就可以马上到达山捷运站。地点非常的棒，周边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大家不在乎这个是中古屋，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实地的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看得非常的方便。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看得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谢谢你们大家，如果你们方便，也麻烦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边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